我注意到小白好像根本并不想点评韩庚。刚刚默默地摇了一下头。不是，是这样，你要出去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。你说时尚，你在网上你看看，拍张照片，点击率有多高？刚哥，刚哥，你的伞是漏的。好，这是一把遮阳伞。唯一一点实用的也被打破了。维嘉，说说看你的这个。